大家好啊，这刚刚来到了市场，然后呢，昨天有一个广州的粉丝，然后呢想养这个杜宾犬，咖啡色的也行，黑色的也行，然后呢我们给他选一下。昨天联系好了那个老板，然后呢他有两只双叶筒的这个杜宾，非常不错，然后去看一下。这来到了哈，就是这两只，看一下这个体型非常好啊，这个骨架。这只是黑色的啊，这只是咖啡色的，都立耳了，用这个饮料瓶子，然后呢给它辅助立耳的，看这个骨架大不大。这是你那边的吧？啊，是的。多少钱呀？4600。一样现在的？一样的，一公一母，这咖啡是公的，这个黑的是母的。啊，4600太贵吧？双叶筒杜宾这还贵吗？纯种的，你看这骨架，特别是这个狗是不弄。我昨天一看视频，狗都不弄，我想弄了。我让我今天都让人带来了，我选一下。你选公的母的？公的母的都行。公的母的都行，你不行要这个母的，我给你便宜点，行吗？这个母的骨架，说实话，母的肯定比公的好看。这咖啡色的是母的吧？咖啡色是公的，这个黑的。我还是要这个公的吧，我选这个咖啡色的。咖啡色的骨架大，比这个黑的母的要好看的多。是啊，我便宜点，4600行吗？4600也不行，4600还不行，四千二有点小高，你涨吗？3000行吗？还行，你再溜溜吧，我的弟弟，你再溜溜行吗？这杜宾啥时候涨那么些了？以前不都3000价格都高了，不是以前都3000多吗？成年以后好看的很。这个喜欢杜宾的多，但是价格也忒高了。双叶筒的东西好，东西好肯定价格高。一张啊，3600。嗯，买不了，买不了。你要想要，给你送个证，4000块钱，行吗？4000块钱也不行。行，客户有点接受不了，他的预算在4天一箱。4天一箱。对。不让你没事。4天就尾巴，3天就尾巴。那不行。啊？你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加一对，3400，行吗？你真想要，他的预算4天一下，3800块钱，咱也别一袋袋的，我给你便宜了。这个价你觉得行，你就要那个咖啡色的；你要觉得再高，这个我还能再给你便宜的，那个是真不能便宜了。那个最低3000吧。对呀、啊，你要要这个的话，给你3600。这一个黑色的3600。黑色的这是母的。行，那没法讲了，那我给客户说一下吧。行，你给客户看一下吧。经过粉丝确认啊，就要了这只咖啡色的，这只是公的。你看这个骨架多霸气，客户说了那个母的3600，这个3800也不差这个200块钱，反正买了都是比较喜欢的。行，就这一只哈，给粉丝打包带走，然后呢落户广州。有喜欢杜宾的可以联系我啊。